对了，来，你们可是人人羡慕的模范夫妻啊！我听说你们两个之间还制定了一个什么夫妻恩爱原则。哦，对对对，赶快给二位新人讲讲吧。嚯，这八户原则都传到你们耳朵里了。我在领超那里啊看过你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照，我记得八户是互爱互敬。 好像还有互信互勉。对对对。此外，双方保持不同意见时，要懂得互让，避免无休止的争吵。如果对方做了错事，要做到互谅。还有，遇到不愉快的事情，夫妻之间要互相帮助、互相安慰，切不可互相埋怨，伤了感情。最后啊，是互助，也就是说，生活中要彼此关心、互相帮助。好，来，颖超，受教了啊！不敢不敢。